来，东西放，东西放那边。感谢感谢，你口袋东西先拿出来吧。嗯，通气。我腿脚，我腿脚小心。车厢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先讲。啊，现场放放。那边口袋，来，出局了。这是什么？阿妹他命啊。阿哥五张。是包你的吧？本所原警于8月9日14时许，巡线得知身背4条通缉之谢姓犯嫌疑系子连兴街一带出没，随即前往查访，到场正好见谢嫌于店家购买冰毒，前往上前盘查，谢嫌起初神情紧张，不断找机会想离开现场，经通知线上警力到场支援，顺利逮捕谢嫌，并在谢嫌身上起获安非他命一小包。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通缉，毒品通缉及毒品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